解析凯迪拉克 XT4 底盘设计，小号 XT5。刚刚在2018纽约车展上发布的 XT4 在外观造型继承现有的凯迪拉克造型元素，尤其是标志性的大灯和前格栅造型，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了这是一台小号的 XT5。但是如果将目光移到它的裙底，却发现并非是如此的。令人感到比较意外的是，这辆 XT4 的前悬架在用料上面十分的厚道，前下摆臂采用了铝合金材质打造， XT5 使用的也仅仅是冲压钢板，更轻的铝合金材料有助于降低簧下重量，从而提高操控的灵活性。位于后方的衬套为液压衬套，该衬套内部充满了液压油，在对于大幅震动的缓冲方面，相比橡胶衬套会更好。除了前悬架上使用的铝合金下摆臂之外，凯迪拉克 XT4 还可以提供带有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系统的减震器作为选装配件。该系统由两组多片式离合器独立控制左右车轮，该单侧车轮最大可获得 100% 的动力。除了上述的装备之外， XT4 是首款引入电子液压制动辅助系统的凯迪拉克车型，